戚继光创制了一种阵法，因此阵左右对称，故名鸳鸯阵。最前方为队长，或持战旗，或持长枪，他的身后有左右两队，最前方是盾牌手，盾牌也分为长牌和藤牌。长牌厚实宽大，用来抵挡倭寇的箭矢长枪，也可以将全队遮掩在后。盾牌手也带有腰刀，在掩护队伍的同时，可以与倭寇近身作战。圆形的是藤牌，比较轻便。戚继光会选用一些有勇有谋的年轻兵士来操持，藤牌手也配有腰刀。当敌人接近时，他们一边出击，一边也可以掩护长枪手的进攻。而鸳鸯阵中的狼筅用竹子制成，能化解倭刀的劈砍力量，遮挡倭寇视线。身强力壮的狼筅手还可以转动枪柄，用横支锁住或扫落对方的兵器，让阵中的队友可以乘势出击。因为在狼筅手的身后，就是杀伤倭寇的主要力量——长枪手。由于狼筅的阻拦，阵法的精妙，倭寇无法逼近长枪手，但长枪手却可以从横支的缝隙中挺枪前刺。队伍中最后跟进的是手持唐耙的士兵，刃分三叉，可以挡隔敌人兵器，也可以直接杀敌。鸳鸯阵的成功就在于全队密切配合，可攻可守，几乎没有什么破绽。即使来犯的倭寇人数相当，鸳鸯阵也不落下风。而面对一两个倭寇精兵时，更是游刃有余。嘉靖年间，中外火器结合发展，戚继光就认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，于是鸳鸯阵也可以随时转换成火器队形，长枪手换作鸟铳手，发挥更大的威力。